这个是湖南的一个大哥给他们家孩子买的一个 G70S 啊，朱丽叶 G70 这个腊梅花，背侧板是玫瑰木深色的，然后呢面板是云山面的这个实木面板，纸板是白背和彩背相间的这个腊梅花啊，梅花三洞非常的漂亮，前头玫瑰木的前头，现在咱们来试听下这个琴的音质。